们已经出发了，现在是在那个下车的位置。这里是首先是一片竹林，慢慢走着。应该几乎所有的人都会经历过这种状态，就是期待一件什么事的时候它偏偏不来。所以其实我们这次是带着一个任务上山的，就是想去铺一个云海，因为现在是这种到了这种季节了嘛。但是出发前查了一下天气是晴空万里的，但今天早上看好像是天空是有一些云，但不见得会有云海，所以要带着这份期待的心情出发。有和没有其实都是一种期待，就看你自己用什么心态去对待了。底下先下去，然后再从那条山脊上去到那个顶。风挺大，很凉快，但是太阳也很大，紫外线很强。地方就是三省界碑，我们现在再往那边去。哎，恭喜你们登顶！恭喜你们登顶！恭喜恭喜！好达呢，在这里买票。51个人。登顶有一些哈达的。是不是觉得我在广东的某个山？其实往这边来看一下，我已经到了江西。大家以为我是不是在江西的某座山，其实再往这边来看一下，我又到了湖南。这个就是我们这次行程的一个标志性的地标，叫三省界碑，它是广东、江西和湖南三省的交界。所以这个地方以前是个景区的，我估计是因为很久没有人来管了，所以这个地方已经废弃掉了。我们营地就在前面一点的地方。哇，听到鬼啊！
信号打在脸上，让你妈给你照一张。哦，等晚上天黑的时候出来吓人。占星好不好玩？现在上这个万石山大草原的这个顶，山下了，一片竹林。